向佐郭碧婷雨中爬山，谁注意到郭碧婷对向佐的称呼变化越来越甜？郭碧婷现在应该就是很多女生都很羡慕的人了，因为她真的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就是因为自己的心地善良而深受向佐和向太的喜欢，向家对她可以说是一直都像是亲女儿一样对待，而且向太每次看到她都是抑制不住的喜欢，总是保持微笑，每次看到她和向佐互动都会让人不自觉露出姨母笑。她和向佐可以说是非常的合适，因为一个很安静，一个是很